包身的，好强，里面太热了。走走走，里面太热了。哇，这个可酷了。哎、欸。加一分，加一分。防守，防守。好球！好球，好球。三秒吗？对，不知道。三秒吗？对。所以说就是不会太快。啊，差点差点。不好不好，感觉。中间中间。注意哦。对啊对啊，够够够够够。那一个没有他高。等一下卡哥，卡位卡位。好帅，你看着他们都很准，他们都很准。这个动作还会进。可是他们刚高的那点头都还蛮准的。没有，这个问题是在三分呢。嗯。这种。有。好，先找人，先找人。犯得好，犯得好。哎，那中路。放。底线，底线，那个。卡位卡位，其实他们外面我觉得都还蛮准，他们还没开始那个，他外面准的在干嘛？加油加油加油！对啊，没那么高，外面又那么准，谁受得了？有，好球啊！好球！好球！上上，哎呀，他没跑啊！你也看不见。不是，对，我知道，但是我说，不是他不管怎么样，你要这样跑，对不对？这样没有罚球，不可能再进了。嘉伟，看不见，他投完出那么准。好球啊！注意哦，守得好，守得好，守得好！原来又回来了，雾散掉了。啊！镜头都雾散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刚冷热交替太大，然后起雾。请用。出来接，出来接。有这么严重？现象解释。你说冷热是，因为外面很冷，所以其实都有水汽在里面。啊，你在那个的话，一进来变热，它就会变成水，太热了。没有，没了吧？没了啦。不会进的啦。没有。打卡哥啊！哎，办得好啊！办得好，办得好。你直接叫，直接叫。应该是你的呀。
我要他换，他上哪一个？我要换谁？大概第一球结束之后。对，好久好久。你刚第一体悟，现在慢慢要散掉，刚玩有水气。这从头没录到的，有，只是有点雾。关系无所谓，这样比较帅。打罗胶。卡位哦，卡位卡位。Jabby 有卡位。嗯。Jabby 刚刚卡住。要换，要换，停停停 ！Jabby 要准备换了，下一次死球准备换。哦，好了，找出机会啊！对，哦，来，上，上，上。